然后住的非常的安心，对啊，所以也很酷的事情是上个礼拜他拿了广播金钟，然后今天昨天两个是我拿的电视金钟，就是哇，双金在金语，就是各种金，所以在。我很早就回家了，因为你知道金鹿奖红毯的这个投票很激烈，它是到昨天统计完是凌晨三点才投票，所以那红毯的稿子非常非常紧绷。那我们也就觉得，今天这个年纪这么盛大，我们也跟鬼哥也说，不能喝酒，不可以，明天会走，所以我们就赶快回家养精蓄锐，然后今天早上起来。等等等等。我没有，我好困哦，好累哦，就觉得对啊，其实年龄一开始，我觉得我相信每个入围的朋友说，然后就是在问骗人的假的，你们一定的年龄刚开始就开始给自己的支持了，所以我也是这种人，我也就是在年龄开始就开始之后，刚开始，那人人有 miss 掉几个，我觉得 sorry， 尤其我的师姐 Janet， 她待会会在里面主持。他也是我的外星情，真的要不要？现在拍照好看还是？所以小小的遗憾，但是很漂亮。这个是谁啊？怎么这么美呀？这种如何在主持人面前偶像，他真的主持人太美了，而且很优秀。然后这次呢，也是我的后台什么好评都涨，然后肯定是晋升。我们主持这件事情，他自己很开心，然后我们在旁边看着他长大的。真的很感动，所以我觉得这些人有朝一日希望自己的能力啊，不管是反应或这些精品，能够让我站上三金的奖金要怎么花啊？先不让妈妈知道，小情妹，妈妈会说拿来。但是呢，我觉得我有很多事情想要做，哎，包含旅游，我也会想要去，就是休息的时候也要开眼界，然后把一些好东西带回来。各地就是不是工作的出外景，是自己去探访很多，比如说一些爱地图的小农啊，或者是一些有机可以种的一些园区，或者是一些非营利组织，他们有像你们这样，40万块也可以当做我也去暑假30天这个说教大家爱地球这件事情陆地上的一个基础，持续这样的精神。希望这10万块可以好好的用，当然不会拿来买衣服啊什么，就拿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。对，就跟我讲这个数字可以继续下去。目标就是要当一个全方位女性。对，因为我自己也有愿望，所以我们也在准备录音，然后希望在明年。情人节的时候应该可以发一个 EP， 对，然后演戏的方面，今年七月参与了电影金钟奖，所以明年七月你会看到我的作品。对，所以在这希望下一步呢，就是在戏剧上面也可以有更多的训练跟收获，然后也可以让我三金都沾到，对，不管是入围或者是主持红毯，其实也都是我非常希望的事情。那现在这阶段就是拿这个奖，一定要继续努力，它是一个这个阶段的里程碑，一个很好的结果。好。